而且还有一点，满厌童子很容易相应。啊，这是他本身很特殊的地方。你来参加满厌童子的这个灌顶，你灌了顶，修满厌童子的法，非常容易相应。你相应了，你就具足了五个神通，具足五个神通。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跟大家讲，这两个法会都是非常殊胜的。